你这场恩爱秀秀的不错嘛，不过很可惜啊，你这场秀很快就要被毁了。你身边的这位陆太太，比你还要放荡，她瞒着你，勾引了你的镜中对手。振熙，我尊重你曾经的付出，但这不代表我可以让你在这里随意侮辱乔乔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你比我清楚。 这就是证据。我相信乔乔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。你要是再这么无理取闹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陆景言，我本来以为你会私下跟我和解，没想到是你逼我的。我要让你们身败名裂。 好好看看，看看你们的国民老公找了个什么样的好老婆。天哪，珍惜以前这样的人吗？是不是那个被曝语言中偷税漏税的那个谁吗？珍惜和他有合作啊？他这是想自罚还是想害人啊？真搞不懂。珍惜，这就是你所谓的证据啊？不，这不是我的证据。 真佩服您，您是怎么知道珍惜的计划，还让我提前把文件换走的呀？一个被利欲熏心的女人，不值得被信任。啊！我陆景年。 再次重申一句，我这辈子只爱乔乔一人。